您建议我从哪方面踩他？生活上。生活上，啊，生活上哪个层面哪个方面？感情生活。好，我就奔着这个路子去了。是吗？可以喝酒吗？我们在做访问的时候。可以小酌，可以啊，当然可以了，可以啊，小酌不足以啊。你的意思把他灌一下，他就比较容易吐露心声是吗？那你笑话我，我能喝过去，多少年了，酒喝的。不，他需要喝多少才能喝的比较到状态？白酒，白酒二两。那我今天豁出去了，胡哥，白酒晚上。红酒吧，红酒吧，喝三杯。三杯有点太多了吧？他三杯酒量可大了，能喝。是吗？那我宁可白酒二两。你们酒量不好，三杯红酒还不如二两白酒呢。有功夫的话，酒后比较容易吐真言。啊，那你去吃饭，导演。啊，我吃饭来。你们要在那个横店拍一阵好吗？那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比如说现在虽然我是在杭州拍，但是我永远都是两点一线，就是宾馆现场，宾馆现场，宾馆现场。到任何地儿不都这样吗？不一定，横店呢就相对来说，因为它是一个常年剧组云集的地方，所以你走在大街上，大家也不会把你当回事儿。嗯，当地的人就已经完全是融入了，习惯了啊、嗯。但是杭州还是不一样、嗯、啊。谢谢。你先吃吧。好，你们干了一上午活了，赶紧吃点。边吃边聊，那就一块吧。一块，你先吃，你别坐那儿行吗？显得那个，这他必须要做的。不是不是，剧组不是不是，不是这么那个摧残他，把你的影迷该抗议了怎么？不是的，其实是这样的，我们平时啊没有这么好的待遇，不是用这个茶几的。那是为了我们来，是因为好看是吗？对，是因为今天你们来了，所以才把这个搬出来。所以这个高度就有点矮。哦，这是一个阳台改的，啊、哦，剧组真是。对，临时围了这么一个休息区。是吧？你先吃吧，赶紧。好，这个不是剧组待遇，这个是剧组的。剧组不错了。这个是剧组的啊。你别凉了，快吃。好。对，等我看你们那个伪装者，我看到30集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。然后我觉得我像作弊一样，我上网百度吧，每一集的内容都看了一下。我这样知道这仨人死没死，我特别怕这仨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死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我就一集，然后内容看半天，看了十几集，内容也看半天。年代谍战，古装权谋。